桃园市大溪区月梅社区举办校庆活动，邀请安亲班的小朋友带来热闹的舞蹈表演，长辈们也分享他们的太鼓演出。表演结束之后，小朋友和长辈们互相按摩，共享天伦之乐。大溪月梅社区举办校庆活动，安亲班的小朋友来到乐龄中心与长辈同乐。每个小朋友穿着精心设计的服装，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。台下的长辈们看得不亦乐乎，也跟着节奏一同鼓掌。小朋友们表演结束后，接着换月梅社区的长辈上台表演，台下的小朋友同样也看得很开心。就是利用课余的时间，就让小朋友跳舞这样子，然后自己再编排一些动作，比较小朋友可以接受的动作，然后我觉得他们也很爱。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带着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校庆活动哦，因为我觉得也可以让孩子去感受一下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感觉。那小朋友很活泼又很可爱，我们觉得很快乐，而且也觉得很高兴。在表演结束后，小朋友拿起按摩棒帮长辈按摩，长辈舒服的享受，也有小朋友帮长辈捶背，长辈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来表演给阿公阿嬷看，阿公阿嬷表演给小朋友看，大家都很高兴。长辈与小朋友一起同乐，可以让小朋友体会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大家一起共享天伦之乐。